小朋友，在星期一至六晚上六点钟，届时都有适合你看的节目的。什么啊？李通明又是大眼妹，我和 Bobby 到时会为各位小朋友介绍很多节目的，好像白燕星、世界伟人卡通、太空鲁滨逊和动物乐园，很有趣很好看的。没错，七月届时节目很丰富，每周一至五晚上六点五十五分是故事曲折很有人情味的片集分辨之谜。深的情意，令人难忘的故事就是分辨之谜。情意你心几取，又有亲情洋溢伦理动人的父女情深，我相信你看完《父女情深》一定很感动、爱她做最开心的父女，过去她把她所有力量用。还有什么节目、叫做妹妹大晒。妹妹当然大晒啦，鬼叫哥哥没来勇气咩？听下啦。我屋企都有个妹妹啊，佢就真係大晒啦，唔知你个妹妹又点呢？但係有啲男仔一样好有勇气㗎，例如一飞冲天嘅男主角呢。又有位成日要入厨房嘅男人，你又知唔知？知，煮饭工刘国成啊嘛。点只识煮饭啊，捞埋臭仔添噃。佢老婆係李丽丽噃。有我咁嘅老公咧，真系三生有幸啦！各位，我系卢国雄啊！我唔识得煮饭，又唔识得凑仔，不过咧就识得玩下游戏。七月街市节目多罗罗，其中有一个就系我为大家特别准备嘅世界游戏大观啦。佢就介绍世界上最受欢迎嘅各种游戏。有啲仲係你未曾听过未曾见过嘅。总言之，呢一个节目呢一定会令到各位开开心心，成个人都轻松晒㗎。咁记得到时留意收睇啦。喂，届时喺七月会开一间非法铺噃。我知叫美丽屋啊嘛，老板就係、是。咪就係我刘一凡囉，我而家转咗行做非法啊嘛。你知啦，我样样都自认係专家。而且仲系一家之主添，一家咩话？各位啊，你哋唔好听佢讲啊！我黄敏思就系老板娘，我哋间铺头喺七月就开张噶啦，嚟试下。冇错啦，请各位到时记得捧场啊 ！Hello， 你哋都要捧下我哋场啊！我系陈慧英，佢系廖淑仪，佢系易家。Hi，Hello， 夜归人。哇！三个女人一个虚噃，你定啲啦，佢哋唔会嘈住你，而且轮流陪住你嘅。咁就要听下佢哋点讲啦。我系廖淑仪，
或者各位仲唔系好熟我哋。不过喺七月以后，每晚11:30开始，我哋三位会真系轮流陪住你噶。我哋嘅节目就系叫做《Hello 夜归人》。Hello， 你哋好嘛？等我亦家介绍一下夜归人嘅内容啊。星期一系有卢远主持嘅《拿破仑夜半趣谈》，星期二系侦探片集《天地线》，星期三系武侠打斗片集《过山虎》，星期四咧系恐怖片集《惊魂夜》，而星期五咧就系流行音乐嘅《劲歌一小时》，仲有星期二、三、四深夜再播。节目之中，我哋随时随地都会出现噶，同大家讲下啲有趣嘅嘢，好似介绍下食嘢嘅嘢店，教你整下宵夜，又会同大家讲下啲大人嘅笑话，仲有时装电影介绍添。男男女女都啱睇噶，不过细路仔咧就唔系几啱啦。不过咁夜，啲细路仔都瞓晒觉啦。唔好讲咁多啦，到时千祈要记得我哋同你嘅约会啊！哇，三个靓女！真系唔睇唔得啦！而家听一下《Hello 夜归人》其中个节目《过山虎》嘅主题曲啦。此半生，我把青春献给正义。此半生为理想。全凭毅力，同伴协助行事，绝对有道义。过山老虎梗系恶过地头虫啦，点恶法呢？睇街市啦。望问我高姓大名，我会斩一刀讲一个字。讲咗咁多，而家都应该听下呢只歌仔啦。各位朋友，七月街市的好节目，你有没有兴趣收看呢？我们以新姿态出现，希望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娱乐。是的，我们谈了这么久，浪费了大家很多时间，这饼录音带是街市送给大家的。你或者可以使了它录你喜欢录的东西。当然，你也可以将它作为一个小小的纪念品，当是街市送给你的礼物。在这里跟大家说声再会了。7月1日，七月街市，我们在荧光幕上见面。